来，我们来吃韩国菜。在哪里？在蒙卡那边163的 Retail Park。哦，来 ，Let's go。你在韩国吃过了，好像我们华人那种啊，不会讲海过吗？哦，咕噜油，咕噜油，好吃没有？一点猪油一样，猪油猪油，不行吗？对啊，抓个好个，好大块哦。嗯，嗰啲少啊，不你食落去系猪油，会辣咯？会啊，佢系鲜鲜第一，因为佢有肉。叫一线的，除了这个是另外一家的。樱花鸡血，没有得去韩国，就在这边吃喽。对，啊，这个真的很韩国嘞，这一餐，比吃烤肉还要韩国。嗯，来 try。捞一捞先，捞，这就是韩国的面条了，你看，韩国的面条，这是这叫什么面呢？韩国面喽。有点像意大利面，好像很多。炸酱面有吃过吗？我吃过，在韩国的时候，但是我对于这种韩国的美食啊，一般啊。因为你是日本婆。I'm Japanese。我还以为你是泰国妹。来，尝一下它的味道如何？跟韩国的味道接近。这是什么？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哦。嗯。哇。就是一模一样，其实这个点吃哦，吃个两碗，再加一个糖醋肉，我80块哦，其实还便宜过在韩国吃。嗯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海鲜面。海鲜面呢，当然少不了虾喽，海鲜的东西喽，你看有肉喽，有菇喽，然后有果冻，然后这个什么，就叫不得讲的，不得讲叫咩，青头啊，嗯，面喽，面呢就是这种喽。好像是麻面啊，他们也是一个叫炒麻面的。对，嗯，啊，我拿出来先。哇，好尖啊！拿出来先，这一口。好尖，好尖。哇，很长呢。八地方，剪好多包面筋。那你帮我剪一下。啊，剪刀我是给你们剪面的，其实。OK， 可以。来，第一口的是汤。汤好溜溜啊。汤啊，你看我试一下，哎呦，辣吗？辣吗？少辣。辣。海鲜面是这样吗？辣。没关系，你吃多点了。可以来第一口面，可以尝一下。目前有免费的折扣。嗯，很好吃，这个面条好吃，你们下次来了就是叫这个面条好吃。它的弹性在我的口里面哦，融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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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一件。嗯，这边其实好吃，这好吃，真的好。这个就是韩国当地的外卖，外卖。
外卖最喜欢叫的就是炸酱面跟这个汤头。对，给我们开吃啦！哇，你睇我连汤底都饮到啦，哇，真系好爽啊！一般都系辣啊，系辣嘅其实。但系你有热咁嘅味喎，佢虽然系辣啊，跟住呢个好奇怪喎，我哋呢只系咪佢会送一副嗰个食物汤俾我哋？我哋都唔知道出到几多。可能嚟一隻啦，嚟先啦，你看到我来嘛，你老好嘛，都有咯，哎呀，跟你讲啊，我都要吃别的。这个很值得吃又大份的，其实这样子啦，80块是不会贵啦。嗯，四个人就可以吃了。可以加多一个这个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下次可以来了。Noodle is from Korea. No, no, I want to make it. Oh, you make it right here, here. Oh, very good. Korea, yeah, yeah. I want to Korea. Oh. Some Korean customer, they more than delicious in Korea.还有另一种吃法哦，在韩国好像这个腌萝卜，韩国人腌萝卜就这样。脆哦，萝卜，嗯，解腻。另外一种口感啊，他吃到他已经饿。所以总结满意吗？满意啦，好吃。大致上我总结一下，这个呢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糖醋肉，啊，叫烤饺子。海宝鸡呢 ？OK， 中等。这个呢，糖醋肉呢，就我吃到是满意啦。OK， 然后这个海鲜面是我最喜欢的，非常的满意。炸酱面呢？炸酱面是我的朋友喜欢啦，因为对于黑黑的他最喜欢的。黑黑不是你咩？我喜欢黑黑，一个黑黑的。但是那个黑跟黑不一样啊。这个是韩国的黑，我是马来西亚的黑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